背嘴儿外的。今年已经78岁了。如果按照我们相声的这个辈分来说呢，这是我的爷爷。我们相声里的排辈呢，我是师爷。对，这是我的师爷。对对，是论辈分说的。对对对，如果要按分龄说呢，按体重说，我是你的孙子。那行，那就这么论吧。我们同行相声演员呢，都很尊敬我，观众们抬爱我。我叫马三立，大家都对我挺熟悉。我是北京人，因为我到天津工作这几十年了，很少往北京来演出。我说相声说了62年了，我今年78岁了，我身体很好啊，没有病啊。托你们的福气，我能多活几年，多演出几场，托你们的福。我跟你们说个笑话吧，啊，说个笑话啊。说个什么笑话呢？这个说一个笑话啊，说一个，说这么一个老头啊，这老头60，说是老头，岁数比我小，我都78岁，他这老头六十多岁，60来岁呢，他可是身体挺棒，身体很好，干一辈子农活，干农业活。样样精通，农业活都好，富起来了，趁钱了，农业银行存了不少钱，老头高兴，生活好了。老头的生日，他的60整寿，60周岁的大寿，应当庆贺庆贺家宴。什么叫家宴呢？不请外人，光是全家大小会餐，这叫家宴。人不多，家有谁呢？有这个儿子、儿媳妇、姑娘、姑爷、孙子、外孙子、老头，7个人，人不多，菜还不少，就酒菜就是6个，饭菜是8个。平常老头也喝酒，能喝个1两酒啊，半2酒。今儿老头高兴，姑爷来了，拿出好酒，拿出一瓶西凤好酒啊。马上，小孩不能喝白酒啊，喝葡萄酒、红葡萄酒啊，甜水儿也满上，还有啤酒。儿媳妇喝葡萄酒，甜的，那个稍微有点辣，啤酒，愿意喝辣点的呢，来白酒随便喝。小孩每人倒一杯，都是葡萄酒。老头当然跟姑爷这是白酒了，一人倒一杯。姑爷，老爷子，您的60大寿。我祝您健康，咱爷俩碰杯，干了，我干了啊！您随便喝，您喝一大口，来，碰一下，好。那30来岁小伙子，一杯酒，1两来的不算吧，下去了。老头端这杯酒，你碰杯，姑爷，敬酒，你真抿一点儿，不老合适的，也干了吧。哎，老嘿，好，老爷子，马上，小孩过来了，爷爷，我给爷爷拜寿，我祝爷爷健康长寿，我也跟您碰杯，小孩拿葡萄酒、红葡萄酒、甜水啊，老头高兴，哦，好，孙子，好，来碰杯，好。老头拿白酒跟小孩碰杯，好，喝了，啊，喝一下了。那小孩，老爷，他能喝，我也能喝，我给老爷拜寿，我祝老爷长寿100、200、250，老爷永远长寿，碰杯，我喝了。这是外孙子。白眼的，那是孙子，那个干了，这能不干？
哎，好好好好好孩子，好孩子，好。老头连喝好几杯，老头琢磨着不行了，不能再比划了，再多了就出丑了。当着姑爷，这姑老爷这娇客呀，当着姑爷会吐了，出酒了，多栽面，多寒碜。老头心说不行了，躲躲吧。老头站起来了，心说等待会儿上菜，我跟着再吃饭。现在一会儿还敬酒，还得碰杯。老头站起来走了，哪儿去？上自己那屋去了。老头跟我一样，一人一个屋子，自己上自己屋躺着去了。这哥儿几姐儿几个就哎，老爷子爷爷呢？爷爷哪儿去了？上厕所了？厕所？哎，厕所没有。哎，这儿一瞧，老头闭着眼躺着，晕晕乎乎的，等着吃饭上菜的时候再过去。儿子过来了，爸爸，您就吃盐爆散的，都凉了。您爱吃盐爆散的，您牛尾可上来了，大虎蹄儿，您上。老头不说话，摆手，那意思你们先吃去，先甭管我，我这歇会儿。没说话，这姐儿姐一瞧，哟，怎么了？怎么这样？估计他病了吧？赶紧上医院叫救护车。嘿，儿媳妇说叫救护车干嘛？大姐夫开车来的，坐到皇冠走。姑爷会开车呀？对，儿子跟姑娘驾着老头上车了，姑爷开车，儿媳妇就甭去了，在家开着俩孩子，开汽车上医院挂急诊，驾着到急诊室，往这儿一坐，坐这儿老头忍着闭着眼，姑娘不放心啊，姑娘站老头旁边看着，儿子坐在一边歇着，请大夫过来吧。大夫过来，大夫穿着这个白的工作服，怎么不好？什么病？这姑娘也说不上来啊。大夫，您给看看吧。好。大夫就带上这个，这叫什么听诊器是吧？是听诊器吧？大夫就听诊器，然后听成这样。又拿起手电筒，拿电棒扒开老头眼皮看眼底，回去吧，回家吧。姑娘说，哦，大夫你看，拿点什么药好啊？不拿药了，回家吧。不行了，姑娘一听都要哭了啊！这白家还好好的呢，你看这是怎么了？完了，你看，眼球凝固了，你看眼底一点反应没有了，这完了。儿子赶紧过来了，大夫，我爸爸有一只假眼。这回啊，也算是一个演员吧，你也算演员吧？哎，怎么算呢？就是演员，就是吧。咱们一块儿，嗯，给大家表演一段相声。好，推新人嘛。对对 对, 对，是吧？作为我们的这个老演员，是一个责任。对对 对, 对, 对啊！来来来，像我这新人呢，也确实是真正的新人。对，我才学了将近30年。对，那这30年你都干嘛了呢？学相声，你现在算新人呢？不是他，我学相声刚5年，我就不算新人了。你说你30年还算新人呢？他您都不懂啊！啊，他这里边有原因呢。啊，他不是有一些，您今年高寿？你管我多大岁数了？有一些像您这样老先生在这儿，我们得慢慢等一下嘛。好，等我呢。好，那这样吧，您说这个相声啊，我也不知道你跟谁学的啊。哎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，我这4样样样精通。人说话得客气，全行，全行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好，不能说大话。说学逗唱，最难的应该是唱，啊，对吧？唱是最简单的，不简单，简单。你想想啊，我们全国各地，光地方戏就有300多种，各地区还有很多民间的小调啊，都得学。哎，您说这个我倒是爱听，爱听。这些个不是这么简单，对，我撑死只会4/5。剩下1/5据说失传了。谢谢啊，谢谢。太好了，借着今天那个推新人这机会呢，我把这些失传的东西呢，我就交给你。好，啊，
只要你不出事儿呢，咱们还能往下继续。哦，你要一出事儿，就又算失传了啊！您把这些东西都弄失传了，您还叨叨咱俩、啊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好。那这样吧，嗯，既然说到这儿了，嗯，咱们两个人呢，嗯，咱们在这儿唱一回，在这儿唱一回啊，行吗？我的没事，我担心您呢。你甭担心我啊，这样好不好？嗯，如果说你要唱什么，我要接不上来，那怎么办呢？那我算新人。您您您转过脸你再推我好不好？不是，如果我唱完了你接不上来，我继续推你，你还算新人，接着推我好不好？行嘞。哎，那咱们就试一回。那试一回吧。那这样吧，啊，不管怎么说呢，您可能也算个前辈，嗯，是吧？什么叫不管怎么说呀、啊、我这胡也笨脑子也慢，您别跟我当令啊、哎、我这样，我唱一段呢，嗯，您接着我唱。怎么接呢？我就随便唱，就是你唱哪段我唱哪段啊。对，我先唱一，我先唱您接。啊，接什么呢、啊、您就接我后边签就完了呗。接着签，我先唱一简单的，您一听这太简单了、啊、作为示范您给我接一签。好好好，行不行？好好好，我是抱着学习的态度。 你别老躲，是你是新人，我推你。 哎你往中间站。您听着啊，嗯，来简单的，咱们来简单的听。 嗯我一沾这我打心里我高兴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你慢慢唱，别紧张啊。不紧张，不紧张，不紧张、嗯、您听着啊。好，调门别太高、啊、您放心，您放心，也就这么高左右。嗯，好，您听着啊。想好再唱、哎、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想好再唱，待会儿别待会儿唱串了让人笑。我知道，这是我一个机会。嗯、啊、嗯，有事没有？没事了，没事，我可真唱了啊！真唱吧，真唱吧。哎，哎，您允许我唱了啊？嗯，行了。一见公之道令间，不由得分恭喜心前站立公啊门叫嚣，接这个。简单，真的，这东西这个，您说，因为刚才啊，他们有的节目已经这么寂寥寂寥这么唱完了之后，是反应不是特别好，哎呀，烦他们知道吧？作为我们老前辈，是，但也跟着你这么寂寥寂寥的不合适，是是是，你唱点稍微那个柔软一点的，好听一点的，咱们不寂寥寂寥的，哎，对，别寂寥寂寥，寂寥不好听，行行，要这么说，咱们改别的版式好不好？哎，对对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您看这个。西皮您喜欢吗？西皮我喜欢。喜欢吗？但是不常吃。怎么这么嚷嚷都让人吃完了、嗯、西瓜皮啊。西皮快板。快板。好不好？行行行。咱别弄那么些个 啊。我唱完之后您呢、啊、接着我最后一个字儿，您就往下捋着。接着最后一个字儿。哎，这个宽松的气氛，大伙儿做游戏。对对对。好不好？高兴。我喜欢这样啊。好好，我也喜欢。在、啊、您手里啊，您听着。嗯、这好这个啊。嗯。先唱什么叫这好、啊、先夸完再说。嗯。那就来这个吧，酒，你这口齿也不清楚，最后一个字什么字儿？酒，我觉得挺利索。我你再唱一遍，再唱一遍。马皇兄走的艰辛的酒。马皇兄，马皇兄啊，嗯，摇旗啊，对对对，马皇兄，对，刺某的践行酒，酒，酒，我接哪个？接什么？您接酒字啊？接酒字啊？这可难，这个啊，这有什么可难的？您想好了您啊？新人嘛，嗯，是推新人啊。对，我要不为推你，我不费这么大劲。对对对、啊、给您添麻烦了。哪不是修好积德呀？对，自当福利了我这。嗯，酒啊，酒、嗯、酒，嗯，九里山必把王子问，吴啊将佛、哎、九里山未央宫棋派的，棋派戏你都会？你甭管我棋什么了，你就唱你的。哎、行啊，吴啊江，接江，我接着江。哎，江，这个比较简单一点了，我一点都不简单，是吧？您听着啊，江、嗯，江啊，嗯，江它可比河大呀、啊。对，嗯，江，嗯，江，江。哎，江江江啊，不行，江啊，我这在道上，这就到了，倒字不行，这就到，江江江酒宴，百十载，今天一听上，你听我这尾音儿，江、啊。
我倒没注意你这尾音，我就注意你这相貌来的。只要他一唱腔先咧嘴、表示我用劲了，用劲了，用劲了。新人呢，有好多新人有好多特点，适当的老同志也得学着点。是是是是。最后一个字是，哎，是上上上上啊，这可不容易。您上好了，想好了，上上上。上九里山，必把王子问。五啊将，合着您就这一趟车呀，跟哪儿走都奔九里山。听您这戏，得有过日子心啊！不是你这上，你上您得换词儿啊。你总这一句哪行？你这不够卖的，这你知道吗？豁出去，来来来，上，上哈、啊，上上上，上上。我操！推些人嘛、哎！你使这么大身上干嘛？你取你脸上那么大的，我身上不行。上，上上，上上海啊啊哪儿？有逼霸王去。您别着急，不要紧的。嗯，上海滩炮声响，他扶起来在沙家浜。帮您这一惊一乍，这可受不了。这个我原来学的快书。哦哦，哎，帮帮是吧？帮，我帮你哪句？帮帮帮帮，这不算，这得唱词啊，这音乐不算。帮帮帮。帮帮帮帮帮帮帮！哎哎，别别，对不起，等你吃船的时候，我怎么了我？帮帮帮帮军殿的薛景山，在城下包好城楼上，爱将的贞观，笼络英雄。你听我这鼻音，雄。我都美得很，我告诉你们，甭说鼻音，你这加上耳音都不行了。你这唱着唱怎么出了京韵了？哎呦，您糊涂，这能接上来就不错。咱们是为这气氛。我要不照顾你啊，哎、照顾新人吧，就是照顾新人啊。你别较真，熊是吧？熊熊，但是你这么一唱有一好处了。有什么好处？就比较宽松了。哎，他就好接的多了，好接的多了。熊是吧？您说来。熊雄赳赳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，怎么样？说实在的，许你那样，不许老前辈这样。我们唱的时候还得归道儿，您这有点欺负人。雄赳赳气昂昂，跨过鸭绿江，我们还得归道儿，还得归道儿。哎，对，我们不能乱唱，乱唱让人笑话啊。哎，姜，挺好听啊，姜，我接这跟玩儿似的。哎，姜，哎，我这艺术家好几天了，我已经好。姜啊姜，这耳熟，这好接。嗯，姜就爷百事才，只见一品上上艺术啊，上九里山，必把王子问。我你都回来两回了，我说啥事儿？我这个这不行，这个什么总唱这个不行啊？那我怎么唱？他得换心，换心。这你那最后吹了什么字儿？什么词儿？姜姜姜，咱们一块儿想姜姜姜，这难了，这姜姜姜姜，姜生儿来只在大家呀头，尊一声国王的宾朋听从头头。三家店，哎，好，接头，好，头头头，头戴着白，身穿着孝，三尺麻绳啊，结着他的腰。这怎么唱这个？你唱了半天了，你就没离开那地震区，你知道吗？字正腔圆，我这个怎么了？这是腰，您接着腰腰腰中挽挂三尺剑，不能抱拳父母冤冤冤冤。院门外炮响三声，如雷震天破釜，走出我报国的忠臣。臣真好。嗯嗯嗯，离唐山不远。嗯，还臣是啊，臣臣臣不臣打我了。这不对，这不算，这这臣这不行，这臣臣得唱臣臣臣臣臣
陈一文出骑兵突破防线，陈县现如今万两的黄金我是买也就买不来，来多好，你出不了河北，你看这玩意儿，来值钱就值在这儿，来来来来，这身了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青岛我们的山区，来来来吧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青岛我们的山区，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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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到我们的山区来，你就来呀。比过去呀、啊、自由多了，那当然。那过去我们这个行业说相声都是摆地摊的，是啊，叫做撂土地，对，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，嗯，所以叫街头艺人苦啊，哎，啊，现在演员都有了文化了，哎，自己也能够创作了，是啊，啊，不仅是演员了，哎，还有的人是作家了，哦，啊。咱们这里还有作家啊，你像我就是作家，您不就是演员吗？啊，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，你没注意，没注意，我净在家里坐着，对了，在家里坐着呀，现在正在家里坐着呢，这个您得说正在家里写着呢，嗯，对了，写作嘛，写，对的，写作是吧，嗯，他现在有这个条件，是啊，过去哪有啊，过去可没有，一天奔忙劳碌，嗯，撂土地挣不了多少钱，你就上剧场也挣不了多少钱，那身份就是不好吧，不满座，满座我们挣的就多呀、啊、买票的人少啊，哦，那规矩人老实人才买票呢，那有权有势的人谁买票啊，是啊，人家过去查票，到时候这端这个牌查票，这不得谁补票，钱搁这里，对啊，到这一问、嗯、您票啊，您的票，你看那位啊，哎，这怎么意思，什么意思，这说明他有权有势不必买票，怎么连话都不说呀，一摇头就行了，再一说话你就更倒霉了，是啊，您说话啊，谢先生，您这票啊，全是我带来的啊，全是他带来的，就用手这一指啊，这旮旯都不买票了，嘿，这是我们这一代艺人呢，过去受了些苦，是啊，解放以后呢不受打骂了，哎，不受欺负了，对，你像我们老辈的那个艺人啊，像我们这个搞说唱的艺术的刘宝全啊，金万昌，嗯，白云鹏、嗯、他们这个老辈啊，啊，比我们还难呢，是啊，赶上帝制了，哦，帝制是有皇上的时候啊，皇上的最大了，嗯，你天杠都竖了，对了，哦，这儿赌钱来了啊，就是皇帝啊，皇帝他们得进宫当皇差，哎，你当皇差那可不容易啊，是啊，啊，你不知道哪儿错了，这回的就惹杀身大祸，是啊，啊，起码这一看你这样啊，看着别扭，哟，这个人怎么长这模样啊，把他发了吧，哎呦，这就发了，发了，充军发配了，嚯，你说这多麻烦，嘿，哪有活路，你说挣不了多少钱还不要紧呢、啊、还不是天天可以做生意的，哦，还不能见天眼啊，那皇上家有斋戒臣的日子你就得休息，禁止娱乐，他有他的斋戒臣，咱们说咱们的不行啊，那个制度就那样啊，哦，你要再赶上国服，皇上哪位皇上驾崩了，死了皇上死了，对吧、哦、死国孝死就死了吧，死了，嗯，那你可倒大方，死了就死了啊，那年头这句话就有罪了，
这有什么罪啊？清君之罪，火那就杀头了。哎呦呵，皇上死了叫国服哦，禁止娱乐。嗯，有的时间长的一年，哎呦，有的时间短的半年仨月。是啊，禁止娱乐，不让唱。哎呦，那就不能说也不能唱了啊！打锣鼓都不行，甭说唱了，响器都不能动。国孝国服嘛。哦，那这干这行的啊，全休息了。哎呦，吃开口饭的啊，全休息了。是啊，没饭吃。嗯，对吧？这是国服吗？啊，人人都得挂孝。哦，全得给他穿孝。嗯，男人不准剃头。哦，妇女不准擦红粉。哦，为了穿孝啊，连那个梳头那个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。哦，那也给他穿孝。那是国服嘛，是红东西都不能见呐。是啊，那年头你吃菜呀 啊青菜行。哦，胡萝卜都不行。怎么红的不能见？那天生来长的。那你要卖也行啊。啊，你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。对，我还没见过用套套上卖的。那年头你吃辣椒啊，嗯，光是青的没红的。红的呢？那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赶紧摘下来刨坑把它埋了。哎呀，别埋，卖 啊不行啊，不行啊，不够套钱。对，那得多少套啊。你看商店那个幌绸，嗯，一个幌子一个招牌啊，底下有绸条，红的是都得换蓝的。哎呦，全得换蓝的。啊，这么说吧啊，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。这是皮肤的颜色。那不管啊，我听我大爷说过。嗯，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。是啊，出去买东西去了，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，赶紧站住。哎，请大人安。嗯，请大人安。嗯，你怎么回事？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。我没事。是啊，你不知道国服吗？嗯，哎，知道。我这您看，没剃头也没打辫子。哎，没剃头，没问你那个啊。你这鼻子什么色？鼻、哎、红点。这就是长的。对、啊、不是现弄的。你有把鼻子红着吗？不能出门。嗯，那可不行。我妈病了，没人买东西，要出来也行，把鼻子染蓝了。对啊，你这怎么办？这怎么染法？拿蓝颜色你把它涂上啊，更不敢出门了。怎么成豆墩了？那玉帝皇帝骂不打起来了。说的是，你说这帮做艺的改行了。哎呦，做小买卖。什么人改行了？唱大鼓的刘宝全。哦，那大鼓唱可好，京韵大鼓。嗯，流派大鼓。是啊，那才算正宗。对啊。嗯，你比如说唱那个长坂坡啊，古道荒山苦乡正，黎民涂炭雪飞红，当照黄沙天地暗，沉迷星斗鬼哭声，众议鸣标千古中，壮哉生死一毛青，在长坂坡前滴血汗，使坏了将军赵子龙啊。真好，那年头不让唱。是啊，改行做小买卖。哟，他干什么去了？卖粥。哦，开个小粥铺子。那过去不摆摊儿。哦，摆摊儿。那个早点
精米粥、煎饼果子啊，卖这个玩意儿哦。你卖粥得有个砂锅熬粥啊，是啊，还得会吆喝呢，吆喝这难了，他哪会？那怎么办呢？自个儿会唱大鼓，因为国服也不让溜嗓子啊，借机会唱唱溜溜嗓子。哦，自己会编词儿，一看所卖的东西，嗯，编了几句词儿，合辙押韵，吆喝出来跟唱大鼓一个味儿。唱大鼓他得有鼓啊，这不有这个粥锅吗？砂锅。哦，那打鼓的那鼓垫子，那个啊，这鼓槌啊，马勺。哦，就是马勺。这鼓板呢？没，就是没有鼓板。是啊，拿套烧饼果子吧。好嘛，他这能对过。哎，一后了这粥，嗯，吆喝起来跟唱大鼓一样。是啊。咚咚咚，一个隆的咚。咚一个隆隆的咚，咚咚咚咚咚，一个隆咚一个隆的咚。吊炉烧饼边有圆，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，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，煎饼大小你了看看，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，所谓是传名，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。嘣起不隆哗啦，嗯，砂锅捅碎了。哎呀，什么也不容易，外行干什么也不行啊。说的是，还有一位唱老旦的，唱京戏的啊，龚云甫哦，也不让唱了，也改行了，改行了。那老旦可唱得好，唱得好啊。嗯，人家那个玉后龙袍是啊，最出名了。哎，一贴这出戏，嗯，准是客满。对，那老旦还没出来，嗯，后台一叫板啊，苦啊，嗯，就是可堂的彩声，嗯，太好了。那年头不让唱了，改行了。哦，还干什么来了？卖青菜。哎呦，那可不简单。是啊，首先说得有力气，人家内行卖菜，嗯，担着一挑，哎，二三百斤，哎，这人走起来你看着那么精神。是啊，不但人精神啊，连卖的那个菜都精神。菜怎么精神？内行卖菜呀、啊、哦，炖来了菜以后到水井、嗯、上足了水、嗯、泥土也冲干净了，哎，你看着也漂亮也精神。嗯，你说那个韭菜多细啊。是啊，那一捆啊，啪往这一戳，你看那个劲儿、嗯，倍儿挺，精神。哎啊，吆喝出来好听。是啊，后北京这个做小买卖的吆喝跟唱歌一样好听哦，特别是这个卖青菜的啊，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喝出来真好听。嗯，您给学学，是这味儿。哎，香菜辣青椒哎，勾葱嫩青菜来，扁豆切黄瓜加冬瓜，卖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，嫩芽的香椿哎，蒜儿嘞好韭菜嘿。所以我管它叫做北京音乐。哎，真有音乐的，好听吧。嗯，可是龚云甫先生是唱老旦的、嗯、是啊，这套他还不会。哎呦，炖了几样菜、嗯、拴了副挑子，您看走在街上，嗯，就这个样。哦，怎么还带着台布啊？唱老旦的嘛，我习惯溜了俩钟头，嗯，也没开张。哎，怎么没人买啊？人家不知道他挑着给谁送去，那是怎么回事啊？他想，对了，我怎么不吆喝？哎呦，没吆喝，照着卖菜那套又不会啊。好在自己会编词儿哦，编了四句，嗯，唱的是摇板儿，是啊，还蛮好听的。您给学学，是这样，嗯。抬抬抬嘞抬嘞抬，旁边走路呢。嗯，
人家卖菜的还带着锣呢，带着家伙点就来了，是这味儿。哎，香菜、芹菜啦、啊，青椒、茄子、扁豆、嫩蒜苗，好大的黄瓜，你们谁要？哦，有买主了，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。哦，北京老太太买黄瓜麻烦着呢。是啊，不是给了钱拿起就走，他呢掐一块尝尝。哎，他尝他干什么？不甜不要。哦，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。哎，开张了，老板把挑挑过来，嗯，往这一放，你想他这肩膀哪搁过那么重的东西，压的一扶着肩膀这个疼啊。嗯，他想起叫板来了。哪句啊？苦啊。嗯，老太太误会了。是啊，黄瓜苦的不要了。嗨，好容易来个买主又不要了，要不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呢。说的是哦，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。哪位？金少山。哎呦，那花脸可好。好。嗯，个头、架子、嗯、嗓筒，嗯，哪样都好。是啊，金派花脸。对，不让唱，改行了。哎，他干什么去了？卖西瓜。哦，挑着挑串胡同卖西瓜。那是卖整个的啊，他哪干得了啊。他卖零块，在门口摆摊儿。哦，卖零块，人家内行卖西瓜的。嗯，人家有这套家具。是啊，手推车，哎，独轮高车，嗯，找墙根儿这么一顶，嗯，上边踏好了板子，嗯，铺上一块蓝布，对，拿水把它烧湿了，哎，拿这个草圈儿把西瓜摆起来，嗯，切西瓜刀，嗯，二尺多长，嗯，二寸多宽。是啊，切出那个西瓜来一般大的块。对，摆在那会儿，嗯，拿个破蒲扇，嗯，轰着苍蝇，嗯，吆喝出来也挺好听。是啊，吃嘞白脑快嘞，哎，沙子地的口味的甜嘞两个好嘞，吃嘞白脑快糖啊。哎，是这味儿。这位金老板哪干过这个。是啊，你让他吃西瓜行，他卖西瓜哪行。嘿，在门口买了八个西瓜。哦，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儿。哦，当杆子。切西瓜刀的就是咱们家里那切菜刀。用切菜刀切西瓜，切出这西瓜有块大有块小。好嘛，摆在那儿也不好看。那怎么好看？卖西瓜应该是啊，嗯，卖完一个再切一个。对，他一块八个全宰了。好嘛，他倒急性子，这些卖西瓜出堆了。哎，他这看西瓜的样也不对呀。啊，什么样啊？攥这个切西瓜刀，嗯，往这一站，就这把切菜刀，唱花脸的架子，嗯，他那儿站着，嗯，过路的人可吓坏了。是啊，谁走那儿都吓一跳。嗯，这愣住了。怎么回事？是啊，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？这好嘛，是够瘆人的。远点，远点。这好，躲开了。越聚人越多，嗯，站着好几十位啊。金少山攥着刀还琢磨呢，嗯，这么些人他怎么不过来吃啊。是啊，你那样谁敢过去。说的是呢，他想什么呢。嗯，哦，他们爱听我的唱啊，我给他们来几句他们就吃了。哎，他唱啊可是卖西瓜的词儿。哦，是一叫板这样。嗯，这叫板呢，这胆儿小的一瞧啊，往后去，往后，别挤我，和都躲开吧。嘿嘿，吆喝出来好听啊。我的西瓜在沙塘
真正是寒阳催沙瓤，一字一块不要慌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，你们吃啊。是全下好了，那还不好。